Okay.
选皮，各地皮影的原材料有所不同，比如唐山皮影的制作一般选用年轻毛色黑的公驴皮，这种驴皮厚毛适中，质坚而柔韧。皮影艺人在选皮时有如下口诀：一张驴皮宽又宽，实用其来原则言，肋边无处最透明，磕出头茬色显艳，屁股皮着一回卷儿，雕楼迎人不平麻，即被适合磕舞制皮。制皮的方式有很多，通常有两种方法炮制它的原材料，净皮和灰皮。净皮的制作工艺是先将选好的牛化放在洁净的凉水里浸泡制作皮三天，又取出黄油刀刮至四次，每刮一次用清水浸泡制作，直到一次形成清光细作，把皮刮薄泡亮回去。过完后衬在木架上，雕刻艺人将刮好鸡皮后分解成块即可制作皮。灰皮也称为用清水将其浸湿，发氧化钙及石灰硫化钠烤漆，用干布和包裹硫磺石硫基本碳等氧气配方化入水中，以将制作皮反复浸泡十八分钟而成。这种方法刮出来的皮料近似玻璃，更可以雕刻在特制的灰板，稍加油脂上逐字推演，
安东老师，安东。Thank you.
us a moment to introduce ourselves to you. We are just... About my history. Yeah, mine too, but... Hey, shut up! Hey, maestro, can you get a seat? Thank you.
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饕餮盛宴和美丽的。
Thank you.
清朝民国的时候当时的，就转到重庆啊，到时候民国的时候重庆还比这里还那个。